过了，过了。你是花的哦，这样也要掉，好有效果。好，来喽。要不然先讲一下今天的心情。今天就是我们成军了一周年，然后非常开心可以有这个机会可以跟粉丝一起互动。那我们也有那个，我们有设计了我们自己手绘的那个 T 恤，然后每个都是我们自己亲自一笔画，一笔画出来的。对的，希望那个 OAO 们可以看到会喜欢。而且其实我们现在的心情还蛮新鲜跟期待的，因为我没有算办过自己的这样第一次，第一次中年，对，对对对，就好第一次中年，这超短的，应该说比较近距离，对，近距离的接触，然后就很像是说，哎，撑过一周年的，也可以这样讲，对，我容忍度，开玩笑，比较提高，没有开玩笑，就是说很像我们邀请大家来我们家玩，欢庆，对对对，我觉得这个心情是。蛮特别的，对对。那周年一周年啊，彼此有没有磨合的更好来？有，当然有，当然有，这一定有。而且我觉得，就是因为有我们刚刚有说到我们的有一个新的团综节目嘛。对。那其实团综节目，我们大家就是住在一起啊什么的，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有对于我们的感情来说是有变化的，就是可以大家更知道各位的习惯啊，或者是有一些什么可能有一些不好的习惯，像是文婷卫生纸乱丢啊，然后不要乱讲，所以睡觉不盖棉被啊，没有啦，开玩笑的。但我觉得有个没变的是，有电脑。没有，开玩笑的，开玩笑的，开玩笑，追到底，追到底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有一个是讲出来的，有一个是一年后没变，就是每次问到大家跟谁住的时候，我会举手，然后我就说你们自己选。一年前是这样，然后一年后还是然后没有了，跟其实大家都很睡觉。然后我们那个总裁。没有，我不知道。可是他会比较手来脚来，跟比较手来脚来。他睡觉会打哦，因为我之前跟嘉诚在韩国一起住，然后他说我在睡觉的时候会跟他，我觉得他会练咏春拳，我觉得他会，就是他会突然把我当成木人桩开始跟我对练功，还有打到不应该打的地方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失望了，我不是脚踝嘛，对不对？应该在讲脚踝吗？失望啊，鼻子，对啊，也是啦，对对对对。会吵架吗？在一起？你说那个时候在录团综，对啊，不太会吵架，没什么好，没有吵架吗？只想跟那个丢丢丢那个跟文婷那个酒精，那不是那个，不是他是说团综，他说团综，他说平常，团综平常会吵架，平常会吵架，平常会啊 ，always 啊，就是每天都吵架，其实应该都争执比较多，就是说像舞蹈动作或者是站位什么，其实我们都是为了要让舞台更好，对，然后各提出自己的意见，对，吵架了，吵架了，对对，最激烈的一次是哪一次？最激烈的一次啊，喷酒精的事，喷酒精，子祥跟那个文婷，就是有超无聊的，真的超无聊，超无聊的，大家讲，可以，你在讲，你生气了，生气，生气，这是真的，真的生气，有一次工作完回到公司，然后那天气很冷，然后子祥想要捉弄我，他拿那个公司的酒精，就那种75%的，然后我穿牛仔裤，然后屁股面向他，然后他就说哥，我要喷他，他就。然后就他喷出来不是那种水柱的，他是整个雾状的，然后整个裤子都湿掉，然后我就不爽，我就拿手上的保特瓶，然后 K 他的身体，啊，好暴力哦，文婷，他真的吵架了吗？真的生气？当然是有，他那个生气，因为他旁边的生气，但隔天看了一清二楚，还要吵到隔天，啊，当下不能先和好吗？因为当下他脾气没有，当下那个子祥想要跟他笑笑，好像没事，他很生气，然后子祥他很尴尬，就是跑跟我讲话，没有，但是一直跟我讲话。这件事情结束之后，因为其实我跟文婷平常就是打打闹闹，但是我不知道那天到底发生什么事情。对，因为那天很冷，然后屁股凉凉的，对，不舒服。好，然后我就当天我就传讯息给他说，平常其实我都会跟你打闹，但我不知道你今天会有这个反应，但我跟你道歉，就结束。对，所以其实平常就是这种小小的，对，他是把你裤子拉开很久。没有没有，心也
距离的、远距离的这样，还有就是太明显了，就这样，然后就这样子，射击，会射击打开，更凉，酒精呢？对啊，不敢讲话，不敢讲。那你真的住在一起之后，有发现谁真的卫生习惯比较差？卫生习惯，我觉得应该大家应该大家都差不多，没有应该没有到洁癖，大家都没有，对不 对？差不多59分的卫生习惯。但是我会打呼啊，所以没有人要跟我睡觉。你可以问题是？对啊，一个打呼啦，一个打呼，打呼，不打，打呼一个打拳，他就会咚一声，他就要爬一下。哦，来，就把这边换进去好了，把这边换进去。先沉怀一年，然后最近其实原子少年也要好像也要推第二季，然后也有一些团体会来台湾办活动，你会不会觉得有压力？其实我们其实会觉得现在偶像圈会越来越起来，会是一件好事，因为有竞争，有竞争我们能力就会越来越强，有压力我们就会越来越努力。这样，对。我担心粉丝跑走。会啊，就是会留，就是会留。啊，多少多少有一点、啊，但是但有竞争的话，我们大家都会一起变好。对对对。会怕啦，害怕。会啊，会怕，所以就是我觉得多少都一定会，但是或多或少人性的竞争啊，人性的竞争，我们也要对我们粉丝有信心啊。但是前提条件就是我们自己也要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。对对对，你看，既然都一周年，那是不是要再更厉害一点？对啊，是不是要办第二周年，把事情做好的。先做好，先做，想不远。他说了，传送端会不会新的音乐作品？哦，团众有主题曲，所以会跟着团众一起那个上线。经济还有我原则。什么？主题曲。新歌主题曲。都怕不怕？那你刚刚在你说到我们，你会到处各地活动嘛？那遇到一些什么鬼故事啊？鬼故事。他很怕吗？我很怕。有遇到过吗？我们在那个一起住的时候，一起聊鬼故事这件事情。对，在玩那个叫什么海龟汤，海龟汤，海龟汤，真的不敢玩那个。然后直连超级怕海龟汤，你们有玩过海龟汤吗？就是有一个悬疑，就是讲故事。对啊，每个人都有害怕的东西，不要这样子好不好？尊重一点啊，尊重一下啊，对不对？不是，他就是那个你要想象那个画面就很惊悚的东西，对，好恶心。这人真的遇到比较可怕。好像还没有那么好哭，文婷素颜算吗？开玩笑的，一周年，一周年，生气了，生气了，还好他没有保证，真的有酒精，有酒精，开玩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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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要笑，你不是开玩笑，好啦，爱你，爱你，爱你。那你们住一起有坦诚相见需要吗？坦诚相见就是裸上身啊，或者是跟我们在住的时候其实也有篝火。哦，对，就是但是实境秀就是要给大家看真实我们，但是还是会穿衣服。对，但我跟环俊没有。就是只有穿，就穿内裤而已。对，只有穿内裤。对，因为我们两个就反正就麻吉麻那种。对，没关系啊。浮孔比较黑哦。确实啊，确实。你比较白，还好大家都有那个慢慢逼近于我的。对对对，浮孔，因为太阳一起黑，差不多就好了。怕太多是不是？那在节目里面有发现谁最偶包？偶包。偶包。其实渐渐都被消磨掉了，没了，都好像都没了。没事，什么意思？什么？我觉得谁差最多吗？这一年，这一年差最多。这一年，其实我一开始认识嘉诚的时候，我觉得他可能就是比较，就是比较顾漂亮这件事情。可是跟他录第二集团综的时候，我发现他玩超开的，就是他为了比赛啊，如果脸上有可能泥土或什么的红豆，红豆那个红豆，因为他可能是那个挖明砖倒灰的那种东西，就是里面有那个环节。其实那次我真的有吓到，就是哦，他愿意有这个突破，我觉得他真的。respect 对，很棒。你演唱会怕会哭吗？在台上？好，
昨天那个，你自己讲，你自己讲。昨天那个群组啊，哦，昨天因为我们六个有自己的群组，然后主安就率先的先打一个大家一周年快乐什么什么什么的，然后呢，我就说，哎，我好像今天可能会哭了，先跟大家预告一下，先跟大家预告一下。然后我就回避，没有人回。对。然后，所以你们六个人的群组，他发言你们不会回吗？看心情，有还是有回啊？我们这会看这个心情。后面就是回说你肚子好饿，对，还是有回啊。后面林冠军，我就发了一个盐酥鸡的照片，因为他们不太能吃宵夜，他们怕水肿这样。然后我是那种需要肿起来比较好看的人，对，所以我就发给他们看。然后就一长篇就是好饿，好饿，在干嘛？好羡慕。卫生纸了吗？晚上超怕哭，超怕哭，因为我哭起来不好看。哈哈，谁哭起来？外界妆会不好看，谁哭起来好看？他之前那个说，比赛的时候给他酒精，给他酒精，快点！这就是真实的时候，知道吧？现场演绎，原子决赛的时候，打成这样子，不用再哭了。这到底是谁演？是防瘟疫，会瞎掉。是吧？没有，其实我每次这种重要时刻啊，都会很感性，然后会很。然后我希望，如果等一下晚上如果哭的话，大家可以帮我说，就是文婷一年前哭起来不好看，但是一年后哭起来变得比较好看。好，我们一定不会帮你转达。好啊，会啊，就在练习。在练习哭的时候，就照镜子。照镜子哭，你有鼻子，你的鼻笑是什么？你的哭点是什么？你的哭点嘞？他为了哭而哭，没有，真的感情，真的感情。对对对，现在说也不准了，因为到时候现场氛围一定一点。等一下看那个情绪到了有没有好？现在讲出来太早了，对对对，搞完五十里，对啊，也有可能，对。谢谢大家。